3月8日，一场别开生面的说明会在线上举行。灵修、读经、查经是每个基督徒灵命成长不可或缺的粮食，但艰深的词汇、复杂的历史地理背景常让人望而却步。云端资料库可以让我们更便捷地找到你需要的资料。因着目前科技的进步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接触神的话语，提升自我的属灵生命。而 Logos 圣经软体，一个云端圣经资料库，更让你可以随身携带着一间神学图书馆，获得整全的圣经知识，看见新的亮光。电子书呢，它很方便，易于携带。你一段经文拉出来以后，所有的相关的你的这样的一个释经书，在旁边它全都给你列出来。从这个角度上，它加强了我阅读的容易，而且从这个点上它辅助我的阅读。我虽然可能没有读纸板书那么快，但是呢，我可能会读得更加深入。除了比纸本更方便携带， Logos 圣经软体里提供的各种研究比较分析与图表工具，不管是神学研究者、教育者、神学生、牧者，甚至是带领小组查经的一般弟兄姐妹，都能有更好的查经研经工具，能够深刻认识神及他的话语。即使我是平信徒，如果有更好的工具的话，它还是可以帮助我不管是在哪一个层次，我是初信的，我是已经信主很久的，我是做主日学老师的，我是做小组长的我是做执事或长老的，它每一个层次 Logos 都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率，更节省你的时间来做研经，所以是非常值得的一个投资。说明会希望介绍透过这套无与伦比的数位云端圣经资源，让我们能更善用时间，沉浸在上帝的丰富里，让神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，开启灵命成长与神学研究的新视野。感谢您收看北美好消息新闻快报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北美好消息 YouTube 频道。